那即马大家看柳丁吼，即马遮咧望的吼，这是一挂漂流木吼，啊，放个遮吼游客欣赏吼，有很浓的这个快木香味吼。好香哦！啊，这个地方很奇怪哈，因为一些漂流木哈，啊，有一点灰色的哈，啊，但是刚才说在那个花草，拢泛出了金黄的光芒哈，非常的难得。金光闪闪棍哦！金光闪闪棍，水气一条哈，来哦，看了，哎呀呀，不得了！我告诉你，那款景点呢，好有没有？有啊。这个纹路真的不了，我去想这一地，要卖好几百万或上千万。哦，这可能未少钱。真侪钱哦，哈。但是这要耕田可能嘛无简单。要耕田可能嘛真困难哈。OK， 谢谢刘丁给人示范哈。